实在太广了。好，那这首歌其实是好像每次去 KTV 都会有人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算唱到破音也不愿意有这样子，所以我俩会破音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demo 是不会破音的嘛。对，是，对，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漂亮。好，大家就洋葱。
好，谢谢我们超素人乐团，祝大家。